谁啊？桑小姐，您的饭菜来了。程文远，你来干什么？看你今天一直愁眉不展的，我特意叫人从信封楼给你拿了醉鱼和佳酿，给你解解忧。我不想吃。可别让人瞧见了。你愣着干嘛？良辰美景，翩翩公子配佳酿还不够？来，陪我喝一杯。我说了，我不饿，我不想吃。那我可要自己独自享用了。你就不能回房间去独自享用吗？这酒菜是我偷偷带上来的，万不能被四爷知道。我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哎，我吃完就走，不会耽误你睡觉的。吃完就走？若你非有话想跟我说呢，也不是不行，我也可以陪你聊会儿。没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最近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有些太累了。这怕谁啊？不会是四爷来查房了吧？四爷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躲起来！宋昊天害我，我跟你说，他在逼格很大那的局，他想要欲擒故纵，瓮中捉鳖，关门打狗，出其不意的将我拿下。狗，他现在正在装睡，说不定外面已经不满了刺客。桑琪，你得救我！救你？不好，他们已经追来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随我躲避。躲避起来，这个。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园里巡查，听到你这里有动静，过来看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辛苦四爷。桑青，有些口渴，来你这儿喝杯茶。还喝茶？住的可还习惯？嗯，有四爷的照顾，住得很舒服。习惯，特别的好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谁啊？是我，兰姬。他不是夏少？突然有些话想和阿奇讲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哎，四爷，你要不先躲一下？我躲什么？这么晚，三更半夜的，他要是误会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事，我可以跟他说清。躲一下，马上。我为什么要躲？我躲哪儿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，谢谢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兰姬，打扰了。啊，兰姬有什么话，我们去茶园说吧。夜里看景啊。对啊，夜里的茶园空气才好呢，舒服。我们还是进去说吧。还是云芝细心，你这房间啊，一看就是精心布置过的。所有的选择都是如此，四爷有心了。怎么了，阿奇？你不舒服吗？
好啊，我是刚刚练完了武功，现在觉得神气气爽。兰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？就是你之前问我的那件事，我想好好跟你聊聊。兰姬，要不然那件事情我们改日再聊。姐姐奉劝你一句，你还小，别胡思乱想，把心思放在没结果的人身上。你，严公子，四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光我在这儿，还卓公子啊，对，卓文远也在这儿。对对对对，巧了吗？卓文远，快出来！卓公子，热热闹闹，这个气氛多好，多热闹！兰姬姑娘，你们三个，我们三个喝酒。对，我们三个拿出来。喝酒，吃酒，抱在一块儿。是我唐突了，扰了你们的兴致。没有。那么，兰姬先告辞了。我送你。四爷，四爷，你们两个成何体统？还不快回去！哎。